操！我他妈害怕了，我直接往回跑。哎，别跑，不能这么搞啊！我直接往回跑了。咱不能这么搞啊！欢迎某十七军光临直播间。哎呦，感谢团团，团团送的这个饭吧。什么？啊，不是饭卡，说错了，妈说成饭卡了，我操！对，哎，饿了。感谢送的十三个小爱心、啊。欢迎花花发发发发发发光临直播间。花花发发发发发发说呀，你咋改名了？去吃肉肉。盒子怎么退了？哎，我操，打不中人。哎，连断你们没了。没有。有人进去了，钢铁进去了，鬼的！哎呀，流氓钢铁没了呀！去了，钢铁。哎，没了呀，没了没了！快来快来，我给你刷刀。哎，对。那个钢铁卡鬼，没有卡鬼，那个钢铁跟着你们进去了，别人打他。傻胖胖子说：“哎呀，阻我各位。”只是因为我他妈我在最后呀、啊，我看着他进去的，我能不知道吗？不是，是同时我看到右上角有人跳河了，啊，然后挠了三个四个。到最后都没进三个门，知道吗？奶奶得被那个人给看见了，操！你赶紧往上冲吧，刷他分了。快了，马上啊！哎，奶那个头的，操！就到这个旋转那一关了。哎，奶那个头的，这个内鬼怎么还没死？操！等会儿他们就死了。哎，奶那个头的断波后又让内鬼给闹死了。哎、等会儿我把他们全抓了，奶奶的，你们不上飞地，别想活着。哎呀，不是我就可服这个内鬼，操！变成妖姬，下去挠他们。睡不醒的小花说：“哎，其实咱们可以刷刀，你们要是变僵尸了，可以蹲到一个点儿啊，刷刀。”睡不醒的小花说：“其实这样也可以刷刀了。”哎，对对对，赶紧爱看官，赶紧爱看，爱看官，兄弟们！快等你们！哎，我操！这个开关啊，非常的。哇靠，这个榴弹。欢迎傻胖胖子光临直播间。经过榴弹的洗礼回来了。稍等一下啊，马上结束，我把你全抓了。奶奶哎，我操，奶那个头的。不是这个人他妈的。我操。妈多少个榴弹啊，这。你们倒是上，你们倒是上干嘛呀？我俩的口头禅手机啊，老子挺快的呀，原地转全圈，我炸的我就没法过去。差不多，也就最多就一会儿就好了，最多两三分钟，他们就没了。企鹅改名字了吗？这幽梦都干过去了，也没了。对呀、啊，他想弄个封面来着，然后他把名字改了。马上结束。买个神话。
操！快上快上快上，把他们全挠了，走走走。欢迎就是不困三光临直播间。咋的？他还能上飞机？我靠！我不信！我靠！还能上飞机？我不信！哎，我这儿还有个究极段后，不是他们怎么上飞机？这老孩子！抓下面，抓下面的！哎，他们能赢才怪呢！欢迎被查光临直播间。被查说666666666，哈哈哈哈！马上结束啊，马上。我俩就是这两步。妈呀，还是你！哎，是不是倒茶呀？在。马上马上马上结束，马上结束。人麻的，哎呦我操，也跟憋妈的混合，根本没法跑了，他们的榴弹都用完了，没法跑。这榴弹用了透透的啊。哎呦，欢迎高度尺光临直播间。他们那个啥，右边没人看的。对，操，我跳不过去了。操，我在左边给你吸。只能去中间了，没办法了。妈妈，哎，哎，上去了，上去了。做个几个，那我的方。哎呦，你们他妈还能上飞机？我他妈娘的呀，不信！哎，就搁这儿等着他。做个 XP 系统的桌面就行了嘛。我操！这个封面。快上快上快上！别让他们上飞机，奶奶的！奶奶的，凭什么上？他们凭什么上？不会让他们上飞机的。那不可能！冲过去，冲过去！哎！我操！会这么神奇吧？会吧？哎！差一个。差俩，结束了，结束了。下飞机吧，上了呀。哎，可以刷到那个地方，可以刷到。什么几个呀？三个人吧，刚好五点。我们这儿三个人。他这儿俩大伙了。哎，第一把就不准备跑了啊。欢迎话语企鹅光临直播间。就咱这几个，企鹅呢？那就咱们五个开吧。
哈哈哈。快走快走，这把应该能上飞机，快来快来。别开鬼别开鬼，快来快来。哎呦呦，哎呀。哎，为什么呀？我想上把飞机，他偏要我当鬼，我好烦啊。第一把别开门了，别开门了，别开门了。哎，前个朋友吃了汉堡，哈哈哈，来了啊！哎，为什么有两个人蹲坑的呀？别开门，哎。哎，怎么说呢？这把我不掉人就能过。来来，干干干我干我。啊，不干我。八千。傻放放子说：“溜了溜了，玩下棋去了。”哎，没血了，你还干？你是不是人？就打熟练度吧。第一把肯定是僵尸赢。没法整，队友的质量不行，质量过硬的就牛逼。欢迎佛晓得爱上撒光临直播间。你压的就是要硬打是吧？能不能放条生路？一个选择，要不你下去，直接换刀跑，直接换刀跑。其实两个选择，要不你下去，要不你送他下去。结果你选择了第二条路。我想当个好人。既然你那么如此的难抉择，那我帮你呀。干我干我，对，干我。哎呦，差一点。我蹲起来了，我蹲起来了，我害怕了。不是，主要是。欢迎读心梁光临直播间。啊，主要是你看看这你没法赌。我操，那人真命大。我只能蹲起来，我只能藏起来了。那人真命大呀。华哥来找我，找媳妇。好。欢迎鬼畜王光临直播间。喂，还真被倒了。我操，来那个头的。走了。欢迎防腐剂，小心点，放假时间光临直播间。哎，哎，火鸡。哎呀，鬼畜王说嗨，六六六六六。这把带你们上飞机啊，快走快走，别开鬼别开鬼别开鬼。
个，有两个执着的坐牢小伙。酒来回自己人，酒来不打他。山水画里，你从墨色伸出背影去。平静在冬天里，而我在哪里？你说一段，我找老虎，我还真没看见。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尖叫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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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小团团。现在没有位置啊，现在没有位置。哎，让他再等个一把两把。等一会儿估计就有了。让他再等他一把两把吧，我是准备撤呀。妈，就是带你上趟飞机我就撤呀，贵舰上不去。哇，这是谁呀、啊？超神与奇干拉手，我操！跑的快啊，跑的快！空城一品，多少分？我看。OK。等会儿我同意一下。那我看是不是都是反的。后面有一个，左边有一个，左边，你左边。不是右边。哎，抓了。直接换刀跑，直接换刀跑。哎，这加载慢，这特绝点贴满而且。妹子怎么说的？我没有说法呀，拉一下子。保存一品。背着个啥进来、啊？准备走，准备走。一直往左靠，靠着走啊，往左靠着走。注意上面那个冰块啊，不用架。幽默，你说话他们能听见啊？对呀、啊，我很奇怪你说了一句啥。哎，不是，不是，那流弹干嘛的？瞎了！我这就白多吃了两口面啊，大哥，掉了点钱。进了，进了，进了。发生啥了？我一直按着灯也没看。对啊，阵营卖啊，没毛病。啥？干嘛了？刚刚我一直按着大门，没规矩。睡着了，被牢了是吧？哎，奶那个腿儿的，坑我！哎，还有一把，还有一把，还有一把猫，还有一把。哎，你瞎了呀！啊，我有榴弹。别去右边窗口啊！哎呀，你看看，让他们拿上榴弹就是祸。
没事没事，我有按两下也能骗。稍淡一点，哎呀，幽默老寒腿了呀，幽默老寒腿了呀，哎呀，老寒腿了。欢迎话语企鹅光临直播间。你下去。啊哈哈哈！你看，你看，看老寒腿。哎，右边箱子有，右边箱子有油，好像是那。欢迎太宰森林光临直播间。吹吗？我靠！你们什么情况？这个火，这个火。丢很丢，太丢人了。哎呦，喊不进去。霍西啊，开关还是断号？哎呀，这把没卡，这把直接进来了。Go go go go！ 第一把不卡鬼了。走走走走走！小翠儿不开门了啊！不开门了啊！过几这个火扔的位置挺好啊。我觉得刷分，这几个幽灵全是魔体。刷那个啥，刷会儿那个熟练度。不开门也过不去，第一关都过不去，就得没这帮人。这帮是榴弹，来！看左边钢铁。
叫什么什么的。欢迎大步踏在路上光临直播间。卡鬼，卡鬼，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卡鬼是吗？害怕不？哈哈，还几个怪物？这质量，俺家破上飞机，他妈第二关都过不去。你上还是我上？有我在，能上，回来，快快！好好好，我回来了。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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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吧，最后一关获悉指定卡标了。货车那箱子后边啊，看那太能每次都卡。行行行，咱俩走，咱俩走那边。拿货呀，我没卡过，那就我那拿不走了。他们过不过俺都不走了。他每次都卡上了。太拿了，这帮人。你说的不对，啥时候没卡过？应该这么说。好了好了，别打了。华哥，赶紧换我说话听说吗？左边。能听到兄弟。哎，兄弟们，从中间听。声音有点小。全看中间，全看中间，我们有人看两边。有买耳机用的是。右边没人看，右边没人看。华哥，听声音可小了。你那声音可以，我这说话的声音大点。因为我这个明白耳机，我用的手机耳机。别打了，兄弟们。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左边又没人看了。两边都有人看，两边都有人看。中间你们哪有人看？瞎说。抬头看，哎，我想跳飞机上都不行，真的是。两边过不来了吧？可以，还可以。别断了，走了。哎呦！哎呦，上飞机了啊！你们回头站啊！我的个天，这人跳楼弹这么快、啊！炸！他不过来就不要打。绿巨人不要停牌了，绿巨人不要打他。哎，这儿还有一个呢，原来。顶住，顶住。你就别想上飞机了。哎呀，没顶不住呀。别打了，大哥。要、哎、打上了，不过来就不要打。谁上了？那绿巨人过来好像也上不去吧？能上。这就见见飞机的样子。小红上不来，小红跳不起来。妈的！终结者都来了，终结者两个，别垫后，别垫后，直接走 W。垫后直接死，我跟你讲，他妈的 W 死人太开心了。上一把他妈的第一关四个终结者，快快追上来了，追上来了！哟，还行还行，好嘞，行。回头回头回头。他说啥意思？什么？所以进入小视频？所以进入的小视频是真的？啥意思？什么鬼啊！这小伙子是不是看学习资料？我怎么听着话里有话呀？我操！对对对对对对！哎呦，你看！快走快走快走！走了走走走！哎呀哈，还有个往回跑路。
呀，那哥们儿藏那儿了吧？切刀，切手枪，切手枪，我操！榴弹准备了。不用榴弹，不用榴弯，用榴弹，不用榴弹。拐弯的时候，欢迎梦里花落点记光临直播间。对。拐了。好，可以了，不用压了，不用榴弹了。他有弹了，不管他们。别掉人，能过。哎呦，这把这个岩浆这把能过啊，真的溜了，这把就要再赢不了，真的你们去自建房吧。那就过一把，那就不卡那儿了。对，我操，我再他妈能不过吗？我操，没拿到，就三个僵尸，真的就三个僵尸。你们别晃，万一一会儿干啥给这破了，那你说你是你的事吗？这人看着吧，人过一次旋转楼梯那一关指定死一大堆人。加五十，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这么说，你说那还没鬼加的多。但中途打的和你中途加的很多。尽管再走，尽管再走。进来了，进来了。上去直接按 E， 兄弟们。走了走了，别打了别打了，走。根本不用管，直接走呗，他们都没有了。走前面的回头。那回头。窗口别转，窗口。窗口下来，窗口下来。别站窗口，听懂话吗？有道理。窗口的下来，窗口的下来。做检查了，要演的人家最，人要最压狠。这玩意儿反正不能那钢铁穿墙也能电死人吧？我靠！我感觉这个冲上来应该就走了，走了，走了，到跟前儿再走。就过一个大关就炸了，我卡了，我卡住了，出来了你就揍吧，卡住了，钢铁往死里揍。来了，我拼我来了。加特林直接换刀走，换刀，加特林换刀走，换刀就鬼那个，我操，这会幽灵是瞎吗？那个人没看着，准备进，准备进，进进进进进进，好像人啊，救不了了，救不了了。管道走了，管道走了，来个老板吧，快来个老板吧，三天没吃肉了，没事，多一天也无所谓。我走走走走，哎，打右边，打右边，打右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过不来了。我操，差点他妈隐恨西北了，我靠！别站右边窗口啊！右边来了，右边来了。走了。能不能坚持住，各位？你坚持个屌啊！坚持！不行，不走了，上封地下边刷分去吧。Thank you.
快来看我视频，来看我直播视频，有教学，有教学。哈哈哈！圣经收播人啊，不是啊，怎么说呢？你这个教学有点不稳定啊。这跳跳蹲啊就。对呀、啊，有时候自个儿都跳不上来了。欢迎冰雪小王激光临直播间。有时候呢，那手感不好啊。意外，走了走了走了。明白，纯纯意外。有时候就一次性上去了。哎、那个绿巨人，那个绿巨人是个笨蛋。哎呦，哎，这个逼，这哥们人怎么事？这哥们应该没想到他能上。哎呦，真的，他应该没想到自个儿能上。怎么说呢？没了，他没了，这压不住呀，这钢铁闹。这个人。欢迎 Friend Gentleman 光临直播间。走，进去。进来。我还有人跨墙的。走，那我去开门去。我到家里。哎，欢迎小团团。走了，回去。哎，我靠，岩浆那转盘那个 bug 修复了。对，这个游戏不知道咋回事，老卡住，我有时候也卡住。没有完了，咋了？没事，跑。行，你也来了啊！我说这个斗鱼挺会玩儿啊！对，我被那斗鱼抓过来了，直接跳了，没掉账。他挺会玩的。这游戏好，是不是有时候黑屏？他妈的，我就被那斗鱼抓了，自动就卡掉了。该维修了，这家伙就光出皮肤了，这个家伙。不行，我拿的加特林，我想着这把刷分嘞。刷不动，我操，不行，刷分啊就得去哪儿？就得去那个小过道那个激光下边那刷去。那一梭子那个加特林，嘎嘎八九个人头。哎呀，老爽！有一个迷路的少年。啊对对对，啊对对对，这把就直接就给破了，守不住了。上不去。别站箱子上，别站箱子上。在这就没了他的。这么早就把那桶都打没了，还留啥呀、啊？这句话说了白说、啊。你看没了吧？见着妖，见着妖精又炸啊！走，丢火！我想把直接拿那个汤姆逊搞了，我不玩加特林，加特林玩不习惯。我操，弹药箱那还有一个。快！汤姆逊，我来搞电后。总有那几个老寒腿，哎呀！后面还有个老六，在后面呢。欢迎邪恶之 K 光临直播间。来下面的，来下面的。我操！我差一点没抓着。把他加上来。哥们儿，他妈怎么事儿啊，哥们儿？走了，进来了，关门了。这也是个小浪子。
走走走走。往中间跳，往中间跳，往中间跳，中间跳。别打桶，别打桶。欢迎大鼻涕球球中光临直播间。一直往左，一直往左。走走呀！哎，最后那个咋不走了？哎 ，nice， 这样好了，没人叫。等会儿我看左边啊。等会儿我看左边。有没有老板上车的？买一送一啊。买一车送一车。买一车送一车。这边用枪打，用枪打。我知道您别用榴弹，我连我剩下这两发不干不行，剩下你们那几个上就行。右边，右边啊！看右边，你们看右边，来个人看右边。我看左边，我看左边。我在右边。你们剩下的都看前面。我在右边。你们看前面，看前面。你们剩下的都看前面。哎呀，这个绿巨人还想挑战一下。我操！哥哥，怎么事啊？哥哥，你这怎么掉了？这边有两个那个缺口啊。哎呀，真不容易，终于带幽默上来。这边有两个口，是不是炸了？那个烟太大了。不是，有时候炸的他们就是不知道的，容易看不着，真的炸的真的容易。那个稍微走慢点，稍微走慢点。哎，您让那个人准备吧，打完这把我准备撤了。欢迎防腐剂小心点放假时间光临直播间。欢迎回转小笼包光临直播间。还打进去。哎呦，怎么变？为什么呀？哎，那个这个幽默不变。搁家
家待着刷快手是吧？坐牢了。哎呦，喊不走！娘的，完了，这把成内鬼了。你不抓了，你不抓了我吗？最后你抓了我呀！没事没事。老哥老弟，他妈的卡啥位呀？我惹你哥。哎呀，进来了进来了！我都让你打知道吧，多刷两份。哎呀，没必要，在那儿那刷不多少份儿，多是。没有人掉下去，下回就再有你就得我掉下去。我来了，我来了，我操，我吐了。刚才有一些突发状况。我哥他朋友他们来我家了，然后嘲讽我，嘲讽我在这直播，他们就在这非要玩一会儿。我都没敢开麦，是不是这么嘲讽你的？哎，你真菜，我来吧。哎，可不是。啊，我来了，我来了。这么肥是？你们在打什么呢？再打呀！最后一把。我打完这把我就撤了，能空出来个位置。啊，没事。不行就撞嘛。哎，对，差不多撞了。幽梦那儿不是还有个人？走了。不是，还我发现这幽梦一变鬼吧，这队友立马跟他对着干，该不浪就不浪了。啊？真的啊？纯，我感觉你这个点儿不好。你看看，一个比爷跑得快，操！啊，你看看，幽梦是人的时候，那家伙能多慢就多慢。哇靠！要天天遇到这种队友，这他家能不赢哇？真的是。行了，坦白吧，你最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哎呀，还想上呢，这终结纯送人。我想做个好人。一个老寒腿。哎，没抓着。欢迎超越蓝猫，欢迎训练这个猫啊。哇靠！啊，对，直接开门。哎，奶那个头的。哎呀，奶那个头的。过不去。哎，完了，老韩腿了我。完了，我老韩腿了，兄弟们。你从这边能过来的。没事，我不抓你，你快点。我走了。感情的久久的。
关了。哎，啊。哇操！这子弹，我真的是对着我就猛输出，看来我就变成绿巨人。不是你别说了，你刚说完有个傻逼到有个傻子跳进去了，你看看。你们好叫我，我去腾讯经济打会人头去。算了，到这个风扇这儿了，打风扇。欢迎为你停留 MSH 光临直播间。看着华哥冒了个头就没了。欢迎草丛里的文艺光临直播间。哎呀，这老韩太。走了，霍心。走了，走了。你炸我桶呀！走了，走了，没跟上，没跟上，直接走了。哇操！我连跳都跳不过去。哎呀，你真是的。感谢送的四个福袋。真是感谢小团团。有究极断后在，我很放心。下次有人送。真是的。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哎，所以说幽梦啊，你要玩追击，你就顶带上这个究极断后。究极断后啊！你屁股你就很放心。哎，下边有一个低保啊，谁来抓？赶紧的，我来。好了，别炸了，别炸这个钢铁，猛炸！哎，对，得装那钢铁，往死走。哎，好，给。我操！谢谢老板，我操！祝老板长命百岁，永远不死啊！我到哪了？小飞机，13个小爱心。哎嘿，谢谢小团团送的39个鱼丸，这个祝老板长命百岁，永远不死啊！越活越健康啊！早生贵子，生十胞胎。升十个，升十个卖五个啊！月上枝头，过来，欢迎美蓝色情缘光临直播间。送刘草吗？
我看好，我来吧，你们都装。哎呀，我操，这小伙好狂呀！感谢感谢感谢老板送的一个飞机。真的吗？别听幽默吹牛逼啊！哈哈哈哈！哎呀，这还有跳？哎，我操，家里有一个。这还有跳戏，不是家家里有。哇靠！还没下去就死了。送点莲花灯啊！你就光送这，你，哎呀，你可以送莲花灯啊，老板。万一中个飞机呢？老鹰，老鹰抓小鸡，变得太卡了。开什么门呀？最好别开了。奶奶的，我阴的是吧？一会儿找个人看左边去吧，我右边了。哇靠！我连过都过不去，你们倒是上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家伙一玩僵尸，你看僵尸都不带给你冲的。啊！你看看，这幽梦一当僵尸，这僵尸都没人给带给他冲的。哎，行了，找个人看左边去啊！看左边。嗯，我右边，我右边。来看中间，我们两边有人了。感谢老板送的月圆花灯1000个。呀呀！哎呀，这家伙！草丛里的文艺说。呀，老铁大气！感谢感谢，祝老板永远健康，身永远不死，永远啊，早生贵子。欢迎常凯申委员长光临直播间。先生十个，欢迎话语企鹅光临直播间。我说你，啊。不是，我这血掉这么快的吗？我操！操！又死一大堆。哎，不过没事，好莱坞。哇！哎、老板欢迎莫高速好人光临直播间。一叉一叉哥哥上了没？一叉哥哥。啊，赶紧让他上，赶紧让他上。啊，上了上了，他上了上了。好嘞，这边回家看《坑过幽梦》直播去。生十个母猪。欢迎守护昔日的你光临直播间。欢迎米油果啊！欢迎米油果哥哥。溜了溜了，回家看看幽梦。欢迎米油果。欢迎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光临直播间。你来了，走了啊，小瑶呀，你要是没时间打，我给你打了吧。单身说，我今天打完了。有没有老板这个打完了都、啊、刷熟练度的？好家伙，枪的熟练度。打完了就行，因为你那个不能控，你差不多打完得十几天。一天三级，十天十六七天吧，我怕你要是漏了的话就打不够了。刘德华光临直播间。你要是打不够的话，他妈到时候花钱可贵了，10块钱一局，没有必要。没事，你看我，你听得到我说话吗？拉我一把，再打一把，我不打了，我去打。好，我拉你。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我的密码是前面的拼音全部大写。稍等，我这两天我要给你号打，我肯定会给你说的。你们退了？不如不打吧。
现在有多少人啊？我一直听，我一直听。快来小哥，我操，小粉团又来呀，小粉团小姐姐要来吗？一模，对，小姐姐要来。我退出来了，退出来了。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我现在在等打团。我在疯狂的拉。嗯。打团？你是小团团？啥游戏打团啊？都是单身说，等睡着了。今天电商也没团。欢迎刘德华，哇操，这名字一听就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我操，朱老板长命百岁。今天打什么团呀？礼拜天不都打完了吗？我想走，这人直播间看不得。现在是后期那边几个人？我这还有一个。来了，哦，我现在这儿三个。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我们都是这个点。再加一个啊。嗯。好家伙，你都是这个点在打团的吗？我这礼拜六，我这周就打了一次呢，我还有一次呢，等过两天，明天看情况也打吧。那你打团的这会儿？那你们撞吧。刘豹。啊。三，二。哦，学习成功，苗皮苗皮。常凯申委员长说，追求刺激。这个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好家伙，我们太好了，一个队的，差不多十秒。反正我跟我朋友，我们几个可以把奥兹玛四五个人就给他通了，五个人就通了，一个人拖。我们四个人，然后再带一个巨龙就行了。三个 C 一个奶，然后再带一个巨龙，就 OK 了。再一块吧，你在舒适吗？ OK， 知道了。直到你我都没有错。退了。退吧，重新劈吧，退吧，退。我看你今天没在，我说问一下你咋回事儿。好不容易进去，能进去了。我今天这边事儿比较多，今天也没好好播，感觉。都习惯了，没事，大家都习惯了。退吧。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你们好吗？我们都是玩一人带一队。好家伙！欢迎未满20岁13306光临直播间。那你们要是队伍里面有一个奶的话，我们那个奶是10000多体的一个奶爸，然后一个是20000名望的一个大枪，我是18000，我是混子，还有一个19000的一个剑帝，我就我们几个就打了，可以打。等一下，还差一个人，马上。再玩。就是稍微慢一点。我让他退。唉。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我们追求速度。欢迎傻胖胖子光临直播间。小团团退呀，我的天。
啊，听不见吗？拆了。小团团，小团团，小姐姐，小姐姐。我靠，什么鬼呀、啊？我跟他私聊，私聊他也不回来的。再等你30秒啊，你关个灯。话语企鹅说：“好家伙。”感谢话语企鹅说，感谢老板，我们都是自己拍东西，祝老板永远不死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祝老板永远不死。我真的我把耳机戴着在外边噼里啪啦的啊。咋样了？哎，小三掉了吗？什么鬼？开了。三准备开吧，准备开吧。三二一，聊品聊品，小团团的电脑不行，直播间都掉了。欢迎 Echo Kim 将光临直播间。游牧人狂喜。有母人撞到了，我用的 Skr 云游米油果，欢迎欢迎哥哥，欢迎哥哥，欢迎姐姐，哥哥姐姐，吴老板永远不死啊，欢迎大家来看我啊。我直播间谁要来啊，谁就是不死的。好炸母体，永远不死。到底我，到底我才十几岁，不是不是，我才二十几岁啊！真不讨厌，你敢骂我，我就敢骂你不死，他妈永远不死，操，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永远不死！啊，完了！啊，我们几个都是鬼啊！又开始装嫩了，哈哈哈！我叫唐宋元什么鬼，怎么一进来又是这样啊，呀哎呀，一进来就是鬼，还卖了，换一个。等会儿到那一关你们在那个角那儿等着我啊，让我刷刷刀，那就破点吧，进那个角那儿啊，不要玩了是吧，大胆，哈哈，没了吧，可以刷刀啊，没事，我是故意没的，拿大大分是吧，你怎么知道呀，太了解我了，像表哥是吧，我也觉得啊，你以为小团团你怎么掉了，掉了小团团，你以为六个大药了，看没了，寻思游戏里这个私聊你这家伙没反应，然后就开了，这鸡汤十分的珍贵啊，这车队十分的珍贵，一去不上，哎，
在座的各位都是单身说，速刷才是王道。哎，他一副怎么办？哇操！温柔才是上大分的。刚进去送12小时，啊，那可以。哼，钢铁。什么刚进去送12个小时？系统垃圾。我第一把就母体，我玩锤子。小团团，来我这个直播间吧，我帮你调自家的电脑。我没人卡鬼吗？就第一把母体还好，因为第一把不好打。你就调五下。没人卡鬼吗？可以啊。上飞机哟。老板又变了，什么鬼呀、啊？谁是老板？绿巨人啊。那个第一、啊。第一关的没抓的都不杀。换刀走，换刀走。感谢老铁送的鱼丸猪，老板永远不死。祝老板身体健康，早生贵子啊，生十个。你去把那一套喊麦学一下吧。加伤害。啊？怎么说这吧？喊麦那一套你学一下。怎么说？住老板，怎么受真受还受伤生的那一套，我操，可屌的，我学不会。对吧？应该上飞机了。是是是，我们上飞机，你老板坐牢嘛？可以。我怎么感觉到每次都是老板第二个变什么鬼？每次都是第二个。主要问题是第二个，就是我的号还没有毕业呢，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欢迎姚金明光临直播间。我现在泰马特一件都没有，我还是百变怪的泰马特，你知道吧？然后我的那个恐怖，欢迎白发天天光临直播间。就我的恐怖才现在才两件。我的装备没有毕业，我过年才回归的，没办法，他们带我。老板永远不死。我过年还得去收点游戏币，我号上没钱了，买那个材料买完了，每次拍卖材料我都得买，要不然毕不了业，难受死了。什么记得？走。你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毕业了，速刷才是王道。没有。我这边就不行了。快走，钢爹来了！兄弟，快跑！兄弟，你快跑！小郭对我太失望。快跑兄弟，老不死。要挠我的，然后送张办卡的，没人认领了。靠右边走，靠右边走。上面。我拿左边，不是我拿前面。有个钢铁，我断了，我
把他撞了，还要给他撞去。哇，你好忙啊！你能直接走。啊，企鹅！真棒！哈哈，你企鹅梗了，真棒！他直接追你去了，他直接追你去了。哎，跟你说个，就这企鹅。哈哈，有终极蛋炮。嘲讽企鹅了啊！嘲讽了。哈哈哈！就这。哎，我生气了，抓了就抓了，你来就这是啥意思？就这。嗯，虽然他是你的老板，但是这不是他老板，是吗？是吗？应该不是吧？是吗？你的老板？是他的老板，没事，老板牛逼。妈的，笑死！但是问题是，说究极大后的人并不是他呀，是我呀，我还活着呀。欢迎小梨子大虾光临直播间。我好错了呀。他妈的，我是究究极断后。快来看我视频，有教学。顺带收点人，顺带收个人。啊！哎呦妈！吓我一跳！哎，你有？完了，我跳岩浆了，兄弟们，我感觉我要嗝了。我要嗝了，兄弟们，没嗝儿，哎，兄弟们，我活过来了。霍希，你来跳上边吧，我去抢个赞。好，扔歪了。没有，把俩杠给断下去了。我要去抢榴弹。殿后怎么可能？完了，兄弟们，我感觉我抢不到了。温柔，不要抢，给我让个呗。我要断后啊！我要断，走，我不行。我要断后啊，兄弟们，我要抢榴弹。可以，你抢到了没有？抢到了。好。哎，没榴弹我就断不了后了。进来了，我操，兄弟们！温柔用榴弹，温柔。温柔，这里你就用榴弹吧，我在这里就不能就不用了。用。进来了，还有一个，没了，走吧。欢迎女孩 S Y 光临直播间。我六发都用完了。欢迎来直播间的。不要打桶，我来给你断后。走，你们走，你们在前面帮我断上就行了。妈，没榴弹呀！操。回头救一手，这谁呀？为啥怎么都跳走了？我 S 键停不下来了，过去也跳，没人跳了。完了，鸡鸡，霍希，奥斯卡演技派。哎，这个逼，哪个逼当我榴弹？霍希，奥斯卡演技派。啥呢？腿嗨了。太对了，奥斯卡演技派，太对了。
其实僵尸、啊、是什么？僵尸主播。右边，右右右右右。得了。你奶奶的，让你跳下、哎、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哎呦，没了，没了。行，明天恰个饭，兄弟们，明天打，我去恰个饭。我恰饭，挂机了啊。哦。这是啥呀？这些平静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走了，走了，走了。Five, four.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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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什么情况啊？帮那个卡的人看了两眼，我这也太快了吧！右边的我压住了，左边的都到门口了。看他走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藏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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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好猛呀的朋谁一个傻逼在那里刷火呀欢迎污水镜喵光临直播间哎呦哎呦有人没我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哎呦，你怎么知道？出点吧。救不了，救不了。没事对了走了走了走靠右走靠右走污水镜喵说文我觉得可以欢迎话题企鹅光临直播间哎我烦死了霍西啊你声音怎么这么小啊等会儿又觉得我声音小了对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啊，这声音就是你说调的啊，刚刚好，我就调了。刚好，好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明天还可以再播一天。啊，然后呢？本来我明天要过去的，我突然发现明天我车限号。进来，注意右边窗口，小道来了。注意右边窗口。傻胖胖子说：“找到工作了呀，企鹅。”一直往右，一直往右，一直往右。来，给我弄个上车券就好吧。欢迎刘李光临。工作还没找呢，我这两天过去看着一找就完事了。反正这两天看着一找啊，然后就弄稳定了，就下了班再播一播就行了。准备走，清完管道走。走。好家伙，硬给我出汗。打右边，光打右边风扇。走中间，往下面走。完了，我腿寒了，老寒腿了。你们走。哎呀，这个货系就是不掉啊！这，货系就是不掉啊！这。对，再刷一点血吧，没血顶不住。不是，我就他妈直跑过来，你们就能把我放进去吗？啥呀？啊！没法玩了，你们人的质量太差了。捅别打，我断后，捅别打。断个锤子后，断后。开门就行了，你们开门。欣赏一下幽默的断后。来，钢铁去，给我扛个雷。就这啊？断了钩发后呀。快走。我不适合断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你今天一天没上飞机，就你这钩拔断后。完了，我们跳起来摔下去了。
张你不戴眼镜都渣男，你奶奶个头。行了行了，你以后不要断后了，你不要说你会断后这种话啊，咱对不起那人。我不适合断后。你不是不适合，你他妈压根就不会，好不好？啊，炸的炸的，妈导弹都不是炸歪了，热桶都不会热吗？哎，谁把我挤下去了？干嘛？哎，谁呀？谁跳下去了？然后把我挤下去了，我人傻。我操！看不见最大光度，请原谅我的自作。准备丢火，准备丢火，走走走，丢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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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感觉，当年那梦的画面，天空是蒙蒙的雾。在下面打，在下面打。还是钢铁火呀？仁慈的父，我已坠入。那还行。火力真猛啊，当当当三声枪响。走走走，等会儿打那个跳起来僵尸，别打桶别打桶，打打拿准备我女朋友的手。我有心往那桶上靠，看他们打不打，然后尽量往中间下边那个板上跳。 打跳起来僵尸啊。我先去骗波桶吧。开着地刀，打打打。可以啊，没给我开那机会啊。欢迎为爱漫画不解释光临直播间。先打跳起来讲。嗯，对对对，好好炸。啊，对对对，炸的好，我们冲吧。准备走，一直往左啊，一直往左，走，一直往左。回头打，回头打，用枪打，开门。VSK， 你怕是疯了吧你？啊！你他妈竟然用的是 VSK！ 你出去看看吧。应该不能。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吧。走，回头用枪打，回头用枪打，走。回头用枪打，用枪打，用枪打。左右各看一个人，左右各看一个人，剩下都看前面啊。用枪打，你压得住吗？左右看一个，左右看一个。剩下都看前面，剩下都看前面，左右都有人了。你人呢？左边的看一下。哎，我想跳飞机了。操！欢迎 Yellow Can 光临直播间。
回爱慢慢不解释说，愣着干啥？六六六六六六。他妈左边那个人真……哎呀，谁看了右边？右边那个人真的是，我就抓了俩。你看到哪儿啊？我跳到左，我看你在右，我看着你跳到右边，我跳到左边，知道吧？我跳，我自杀了。我过去之前看了一眼，你在右边，我就去的左边。然后呢？然后我下去就抓了俩。我也下去抓了俩。哎呦我操！留给我呀，傻逼！我他妈的爱。我小母体啊，你们他妈的大母体他妈的搁这刷锤子呢。我看右边吧，没前面顶不住。没发工资呀，兄弟。你工资发了吗？对呀，没有啊。他没发工资呀，我操，我也想发工资呢，他没发。下个月才发呢，等着吧。啊？不是下个月吗？那我的工，我这个月工资呢？我上个月工资呢？我一月份的工资。上月不是？哎，是发了还是没发？我也忘了。发锤子没发。我一月份工资，你告诉我下个月再发。你到我呢？我记得不是十五号吗？是十五号。他说下一周发。他妈也不能怪我呀！我这，哎呀。我能怎么办？操！他们看不住我能怎么办？听一声惨叫，我操你妈的还我大炮！温柔，你不要打我，温柔。好，没抢到，怎么说起来？把不断后退，把幽默抢到了，让幽默打好。断后啊，要不垫一垫你的断后，绕过来啊，兄弟，下面那个绕过来啊，谁呀？哎呦我操，再见，他必死，他确实必死。上得来，但他也进不来了。直接蹲在头上，一拳戳死他。欢迎苍穹鸡光临直播间。叮叮当敲一口。打够了没？打够了说一声。我们天天到时候看着吧，去做一波，好好去做一波破点教学。啥好相机啊？啥好相机啊？哎我操！榴弹就来了。往右走，往右走。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那他妈我直接破产得了。打得很嗨嘛，来打我，我微笑的坦克，欢迎皮皮鲁啊，准备打出来岩浆之后走走啊，你怎么不走呢？还给我一炮，奶奶！
我西街，你们几队啊？两队呗。两队还有位置吗？有吧，我这儿好像有。你那有什么？你那有带个人呗，把大猫带上呗。大猫是谁啊？你干啥？大猫就是你知道那个大猫。好家伙，那来呗。那个你们加一个 ID， 你们有人打完加一个 ID 啊？他们那少人，又不是满。不是我打别的。我不跳窗口，你大爷的！你要打你就跟他们说就行。我打别的。不是，你就喊一声就行了，熬一嗓子。对，你要打你随时过来就行，把5281当成自己的家。你他妈连个频道都没有，还他妈自己家？你都住在别人家里，他奶奶的！要什么？我觉得太麻烦了，因为我那没水友。好家伙！行行。别复仇什么？求生之路一样，求生之路。啊！不玩不玩，太恐怖了！我下跳，中奖压光临直播间。你看，你看，猫他急了。多好玩啊，还能弄二次元，先玩着。我也打起狙击了。欢迎进51353VSK 他不猛吗？亏呀，我操！就那 VSK， 我这辈子都学不会了。哎，我操！走了走了走。算了，走过去吧。欢迎非法吉他侠光临直播间。霍希的，咱商量个事儿呗。人静51353说，杰伦专场，周杰伦的歌的声音怎么这么小？小吗？我就挑一下。这样呢？我怕声音开太大吵到你们。可以了不？疯了吧你们！欢迎聊圈聊聊聊光临直播间。快走快走快走走走！人静51353说可以了。嗯，我一般4%，我刚刚嫌声音有点太大。欢迎小可诺光临直播间。发着呆，然后忘记。好家伙！我发着呆。人静51353说：“鬼对呀。”我这全是他的歌，我把他所有的专辑、所有的歌全部拉进来了。再见，各位。再见，再见。腿怎么喊了？我的心。MG3好还是？牛逼！人静51353说：“我听的第一首是《青花瓷》。”哎，我严格来说，我第一首应该是《稻香》还是《发如雪》？对，应该是《发如雪》。那是我家买了一张 VCD。人静51353说：“那时候我4-5岁，在一个面馆里听到的。”那我听那会儿都已经上学了，都。榴弹不要钱吗？啊，穿过玉器砸核桃，拿个喷子干嘛呢？喜欢当内鬼，你是
欢当内鬼。拿榴弹。他妈这些人，一下来就拿榴弹砸，好操！丢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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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我都用手枪打。我这好呀，人太多了，不好破。榴弹不要钱，我操！用手枪打。欢迎今天也想下烧烤光临直播间。在下面打，在下面打。别打了，死了！妈的！那火力太猛了呀！打跳起来！打跳起来那个僵尸啊！打跳起来僵尸！了解到。欢迎沉默的小爱光临直播间。别跳了，快来炸桶了！你这炸一个终结不香吗？你看我在桶后边呢。妈，这都不炸吗？妈的，这人怎么这么听话？每天别跟人家。一个人看左边，我看右边。哎，对。啊，你们右边去。我俩一会儿随机、啊、对你们其他剩下的看中间，欢迎没事哎光临直播间。傻胖胖子说有一个要自杀的，要上飞机、啊、你要不看左边咋整，上飞机怕是有点难哦兄弟。我操，哎一个，哎这老寒腿，看后边看后边几个，看后边人静51353说猜猜下一手是啥。你听我差点他妈也恨西北，我操！上飞机？妈个头的，谁砸啊？回来了，谁要来谈一下飞机啊？谁砸桶刚刚？怎么都快结束了，怎么？傻胖胖子说，牛逼了！当当当当！我看右边，我看右边，等会儿回头用枪打。你们剩下看中间啊，进来打，进来打，我看右边，我看右边，你们看左边，剩下都看前面，剩下看前面，剩下看前面，为什么这样子？我操，谁呀这么贱？你俩别冲了。人静51353说，想不起来叫啥。应该是杨惠美吧，我也忘了。找了个传国语，好吧。好运了，兄弟们，拜拜。我他妈得两边都看看，我操！有的看到我了吗，企鹅？回头炸！那不去吗？我好像不会跳那个点儿，也跳错了。好，好，好，飞机上有一个，抓的好呀，经理，就你这一波抓的价值千金，我要是个钢铁就都抓了，我告诉你，抓的好，老板上飞机了没？
一叉老板上飞机了。我把谁抓了？我把谁抓了？我刚才那个然后就上厕所。大猫，你的ID 叫啥呀？奶奶的，我操！欢迎请上和杏儿妹妹光临直播间。听到一声惨叫。行，我把队长给你。行，我把队长给你。我没他的好友哎。那个大猫没在吗？上面藏着一个。我他妈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操！没在呀、啊、他。我有点事，我现在走过了再来。傻胖胖子说：“带我一个，我打一把。”那你来呀、啊。我有点事，我先走过了再来。我等你上线啊！我欢迎真一只狼光临直播间。哎，就咱俩了。猫又来是吧？他没在歪歪。胖胖，你上线我拉你。最后那一跳卡几秒跳的？还有谁要来？还有人来吗？我今天的二星还遥遥无期呢，好家伙，过不了了。傻胖胖子说：“马上。”等一下，等个人啊。欢迎傻胖胖子光临直播间。你那边几个人？欢迎人进51353。我这边也有两个，还有人来吗？就我跟幽梦。没了，就我们四个主管。我这还有个人，我拉了。那就五个，刚好一个。胖胖，我拉你了。欢迎 QQ 13587481212光临直播间。打火打板打风扇。我拉你嘛，火鞋。傻胖胖子说：“文。”我这边三个人啊，我刚拉了一个。哎呀，拉他们吧，拉进来。拉吧，拉我两个。来吧。真的，飞机那招根本没人知道，我以为还有人知道呢，那搁这打我。我也忘了飞机那招还有一个。真一只狼说：“光打两边了。”姐夫是自己人。怎么说？这就是自己人呀、啊！这什么字儿啊？这玩意儿。打了都不了了。哎，幽梦，胖胖子说：“嗯，打完这把我那个跳那个平台是多少秒跳呢？27秒跳。”我刚才我跳的距离不够，感觉不如跳飞机。行啊，你刚才要是钢铁跟着我一块跳，绝对。我上来我就变僵尸了呀，我什么团内鬼啊！我也是僵尸。这首歌你应该知道是啥吧？人进51353说，厦门那边有荧光海，就情人节那天。智力太低了。这绿巨人的攻速真不行，差一下。星辰愿望很卑微，在做些事我忽略，你不过要人陪。荧光海吗？都是这游戏套词。现在还有几个人在看呀？我又没去不了，今天这边我都没怎么出去过，我不喜欢出去。欢迎寡公祭光临直播间。卡鬼的吗？我就喜欢宅在家里。上飞机，上飞机。带鬼上飞机。感谢迪沙的两架飞机，谢谢老板，老板，谢老铁，谢谢啊，老板。人进51353说，我不配。挂机的吗？对呀，我不配呀。在过去，隐藏的情绪在还原了的
这是在农村来滚滚。他们没有攻击力，打他们都不疼。一个半波，百分之三百不行。三百，我他妈汤姆兄弟人仅51353说，自从耳机丢了，电脑又坏了，基本都没听过歌了，哭。哇，我还是很喜欢听歌的。三个红吗？三个红的我就三个。三个钢铁正在准备游戏。欢迎与69636光临直播间。与69636说，打火。打火是啥呀？没打火呀，谁打火呀？完了，又拿不到。人近51353说，之前耳机在郑州忘到我妈车上了，后来我就去了厦门。我耳机有三个，一个在公司，一个在家，然后一个是在我包里，三个同款耳机，就是几十多块钱，不到100块钱的。69636说，当内鬼呀。不当内鬼了，当内鬼要遭骂的。玩游戏就当人，咱就好好玩人；当鬼就好好玩鬼嘛。当内鬼干啥呀？对吧？就算当内鬼，咱也不开直播，开小号去。要人陪，赶紧的。幽默呀、啊！又是这个主播车队，看出来了，又是他们。这主播车队怎么了？我们他妈的一不卡鬼，二不卖人，我们都他妈断后。主播车队怎么了？没事没事，主播车队而已。人近51353说，以前可喜欢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那歌都挺晚的了。这小逼崽怎么心思这么坏呢？上次遇到了，上次这两集嘛，每人都会玩。哇，三个钢铁兄弟们，太好了！我见过很多这种。这首歌是什么？主播见过这几种人类了，然后有内鬼，你铁听过？他们就跟主播的车队，然后在那当内鬼。我们可没人当内鬼。与69636说。我就喜欢当内鬼，就你们当内鬼是可以的。51353说，那时候我刚学吉他，练的第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都是《告白气球》。这个断后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这首歌是我以前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你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吗？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吗？这把坐飞机了，人近51353。